大家好，我是教英文的 Alicia。 今年暑假初中方面我们有 Plan J， 主要是给一些中二三的同学仔，还有一些想由头学好英文文化和简单写作的同学的。高中方面我们会分三个 Plans， 除了教四卷的技巧之外，也都会以最新的教授方法用 Vocab 入手，提升各位同学仔的文化水平。给中四五的同学仔，我们会有 Plan S1， 中六就会按程度分班，有较浅的 Plan S2 及以五级为以上为标的 Plan S2 Plus， 详情请参阅章程。暑假见。